陈竹 B、周书红竹，好，开始。首先感谢上天慈悲，做主王主，子孙慈乐能力，大爷大恩大德，老天爷莫大医生，天爷您，天万寿，安各位，再过一下来过，好难好啊，今天你学习的机会，啊，今天你安好啊，代打，哦，你安后学你四月份的学习，今天来过过几遍啊，那照咱正常的顺序，应该是在今年年尾来。谢谢哦，不弃哦，我后学加一遍四个机会啦。啊，今仔咱互我带大个即个章节哦，第十七章。哦，那咱今仔日再去哦，第三下第十五章、第十八章哦，来一个记哦。后续堂哥姐姐起号啊，哦，因为堂哥今天上喜欢再去阿先生讲哦，真心哦，阿够心，拢个哦，真心。哎，这几关。迄字逐字就捌吼，啊，不过到头煞拢看无啥物，啊，不真奇怪。啊，这无非就是咱老夫子吼，咱老子的一个意见吼，哦，将伊的心诶，对这个道的体悟，建立这个道德经内底，啊，道德经八十一章，咱透过咱一单吼，安尼三诶四遍的这个课程，啊，咱个人学习五单，还能上完，啊，慢慢咱来去领悟咱这个。老祖的这个意见，我、来就是学习，学无非嘛是，要安怎？要我家己提升伊，不断不断的提升，尤其咱在座诸位拢是成熟的人才。我拄只早头领伊吼，我咧讲啊，咱就是学习修业，修业修是咧修自己哦，自修啊行诶，行咧行外功嘛。啊修是咧修啥物？师尊讲讲，我咧修心。这道理啊，大家拢知，拢听过。啊，心是要安怎修？啊，是要安怎修吼？啊，叫做心修啊 ，OK 啊，就是讲修啊，修好就对啦。啊，迄个标准到底在倒？哦，其实咱对安尼个功要修好，修互咱会较清，互安怎会较悟？咱若无较清，哦，也无较悟，就算讲得意啊，哦，回到等于咱个一天啊。咱个一天咱嘛袂自在，哇，咱嘛过较真艰苦嘞。为虾米？他是讲咱个个性、咱个脾气、咱个毛病拢无变，咱就用十担、二十担、三十担、四十担。到咱有时间断气个时阵，咱若拢无改变、拢无修正、拢无调整好，伊个天道，天道无成天道哦。为虾米？大家拢甲看嘛吼，从咱伫世界间看着，那拢一模一样。拢无变，伊个电动即种换是个环境个。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啊吼，啊，拄仔伫遐听咱咱伊在讲吼，用想着，有三个鬼，第一个就是妖鬼，第二个就是酒鬼，一个叫做咧偷嘅物件吼，贼仔鬼吼，三个本来是地甲是鬼嘛，鬼就是欢喜地甲，啊有时间吼，毋知啥物。在这里干部吼，偷走你田地，你讲田地听讲真好吼，你要去遐好啊，过一下快乐的日子。第一天，三个去了，三个小小做伙去，去了宾馆，这个交关吼，手咧上啊，拄过吼，手痒啊吼，冻袂了，伊是要怎啊？要拔掉，开始找交关，哎，这先生你要拔掉无？无，我天动大个啥？天使，我无咧破个。我即个先生，你有要来算一个无？吼，无，我拢无咧算这個。哦，四界门，够人要向伊算？无，走去找天使管理员。我奇怪，你这人是拢无咧，无咧小赌怡情哦，吼，拢无咧破一个尔。我无，哦，即、這个人信信啦，做不出来，走去边啊？结果就换另外一个下。酒鬼嘛，酒鬼酒瘾来了吼，开始想要饮酒，四界去找，找人要饮，啊，姐姐来饮一杯，无，我无咧饮，哦，反正同款，即个问，迄个问，到人要同伊饮，
无，为甚物？因为天堂，天下人其实应该拢做好，无哩，哇，艰苦甲，我是走边仔水迄个盘，即个状况咱才奇怪。换第三个，第三个是甚物？小偷，小偷咧也等，等啥？等天乌，等天乌要做嘛？偷天物件嘛？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。天干乌，为甚物？因为天动之功力吼。不会天黑，你就走去问天使管理员，讲奇怪，恁当时即摆几点哦？听闻当时的天乌啊，那天乌袂来，讲我遮面吼很光明，我们遮人讲光明磊落吼，无咧做歹代志，无天乌这件代志，哦，回去一下吼，去找伊另外两个看，两三个人安怎讲，得到一个结论，天动动很不好啦，很挫败了，对，一点啊都不好玩。我若是安怎，等下地家倒来。啊，所以讲安怎，即个感觉咧修行同款意思啊。如果吼，咱来道场行这段修行的路，吼，咱只是参悟，咱只是形式上的来啊吼，来听班来练班，无要多听。去体体察着讲，咱是安怎要来修行，要来学道，体悟这个道的意境。啊，去体悟到咱要如何去调整自己，其实咱嘛是带着一身的坏习惯、坏脾气、坏个性，登去天堂。啊，拢知伊会做出讲，咱会当登去到处天无对吧？啊，不过咱境界也无够，爱继续修啊，继续修嘛。啊，伫天堂是比世间较难修啊。为甚物？伊世间有这个肉体，有这个肉体。灵魂投胎，你这个肉体其实就是要来修炼，透过修炼，不断让家己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变去，就参像咱等下会去读到的，有四个境界，有四种战术，境界的战术，这拢是正常的。为什么？现实上就是安尼啊，每一个人就是有无同款的境界，无同款的意境，大家人到底伫咧遮，有个人心境是很高超的。有人的心境，哎，也是阁真低啊。有人来到道场，伊是如如自在啊，如如不动啊。啊，有人来到道场吼，就是个性脾气，而且咧展现啊。啊，你当看到这个属性啊，吼，这是一种既定的事实。那你想要看会到，啊，阁看会到呢？不是咧看，我们要反观自照，爱反观哦，看到别人的状况，去调整自己。啊，所以讲无助，度一步有啲惊。意见甲伊关无对吧？我不然条仔讲，虽然每一个身体，其实意见关无对，咱要慢慢去体会，体会。哦，去体会到什么境界，咱就做到什么款的境界。啊，如果咱每一个人无爱去体会，无爱去投入，哦，咱你就安尼用讲平心，平心就是爱投入嘛。啊，变讲平心，平心发展无落去倒啊。哦，是平心，是讲我着做不了那做。啊，我班逐班都有来，哦，啊，我工课主要做认真呢，安尼就好啊。平心是平心，发际波罗蜜多啊，这里是发际波罗蜜多，发际波罗蜜多就是那个发际嘛，就是那秒地位，哦，爱对咱的自性开启咱的秒地位，用地位来导咱去到彼岸哦，彼岸。哦，唔是咱只讲我工课有做，哦，工课做侪，我有来入班哦，我工课嘛做侪，迄种叫做形式上。因形式啊，就是因外口的工作，外口的形式，一切的形式拢是要互咱来修正咱的自心吼，咱的内心的。哇，所以道场真好用的吼，你是真的当来吃，借由咱这个开班吼，开班听道理吼啊，有开一个。